我这次算是被这个模具给骗得团团转。本来我都想好了，为什么要做透黑色呢？我是要把 SP 的那个白翼蛾的娃娃放在这个模具的盖子上面，然后做一个手机支架，对吧？挺哈拉哨的。好家伙，一看这么多泡，哎，我不敢做了，那不然把这娃废了。结果你们看，它这全部是细闪，那不是泡。我以为盖子这么闪已经到天花板了，对吧？你们再看它这罐身。其实这个模具我有一个卤蛋版的，就是光溜溜啥都没有的。它这个呢，应该是自己往上面贴的钻，然后再做成模具。这家散的，我卡的连大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上当受骗吃大便也就这一回啊，下一次我就是看到全都是泡，我也给你往死里做，小妖精。今天这个包包我做的时候，着实是有一点是痛苦的，因为这位单主的要求说不要任何可爱的配件，也不要小熊的配件，那意味着80%的配件都不能用。中间拉的这个线条有的地方断了，是因为奶油胶里面它有的部位有气泡，然后在挤的过程中就会啪一下子断开。没关系，等我做完你就看不见了。就我光找配件、放配件这个动作，整了半个多小时，可以说是相当之纠结。好在最后磕磕绊绊，这个包算是做出来了。哎，我还藏了一个玄机在里面。这电视机一按会跑出榛子来，然后你拿手一捂，哎，它就出不来了。奶油胶做在了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包可以双面使用，完全看你的心情。为什么别人挤奶油胶就这么顺滑，你一挤就稀巴烂呢？因为人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，看到了吗？我光这个头就挤了4-5次。挤出来不满意的话，拿湿纸巾把它擦掉，重新整就完事儿了。今天这个手机又是三星折叠啊，我真的疯狂心动，一直都想买这折叠手机，但是一想到它像素不如苹果，我还是忍住了。最近很神奇，有很多开蛋糕店的店主来找我学手工，我只想说，你们要是做奶油胶手机壳的话，不是直接原地起飞了吗？还有个事儿，之前不是说停止接单了吗？滴胶确实是停了哈。但是奶油胶我决定不停，只要是奶油胶的任何订单我都接，咱就是说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，我今年必须把奶油胶整得服服帖帖，明明白白，老老实实的。为什么我每次做奶油胶手机壳第一次必翻车呀？这是有什么魔咒吗？这个底儿我挺喜欢的，但是边儿确实不好看，没办法，只能抹了重做。我一边参考的是 SP 疲惫小象它的那个领结，跟这个奶油嘴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挤这种围边千万不能卡壳，一旦停顿了那就完犊子了，得重来。这一套盲盒的主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它就是主打要保护动物，像这个娃叫疲惫小象，就是说它在马戏团被人训练得很辛苦很疲惫，所以单主要求让我放一些跟扑克牌有关的配件，因为马戏团嘛，肯定也要表演啊，魔术之类的。它的帽子跟鼻子都是有吸铁石的，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的。不过还是把鼻子去掉更可爱一些，你们觉得呢？你敢信这个手机壳是用40多块钱的奶油胶手机壳材料包做的吗？我看到商家的这张图之后，我就立马找他要了这个材料包。说真的，我自己设计都不一定能整这么好看。这款还蛮简单，不需要很复杂的手法，你就把粉色先全部都挤上去，然后给它糊平。完事儿再把胶布全部撕下来啊，当然这个胶布是我自己准备的哈，就是不干胶。我觉得它这个款式最好看的点睛之笔就是这一串珍珠，也是材料包里面自带的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剪成你想要的长度，再撒上这种小金粉，最后把剩下的一点粉红色奶油胶跟白色奶油胶挤在裱花袋里面，把它们挤出一个围边来。它这个颜色分类里面有好几种选项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，记得一定要备注手机型号，如果你不备注它就是随机发的。做完以后呢，要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大概10到15天，手指掐上去完全硬了才可以用。我现在每天就跟选妃一样，从600多个库存里面找出我觉得最好看的那个摆台，然后发出来给你们。这个娃叫什么名字，我就给它起名叫忧郁的美人鱼吧。你看它抱着腿，然后头低着，闭着眼睛，就好像心事重重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这个月老沙建立的手工博主训练营已经到第6期了。那马上呢，我还会给到学员们一个彩蛋，就是我会在直播间开寄售的模式，去收学员做的一些作品，缓解大家创业的压力。这样的话，粉丝也有更多的选择，所以说这是一件三方共赢的事情。
到底是个什么神仙模具让我足足等了2个月。哎，今天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它我觉得真的太美了，用其他颜色我都怕翻车，所以就用了透色加上一丢丢的细闪，看看出来是个什么效果哈。说实话，在听到说这个模具要让我等2个月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有点崩溃。它的名字叫圣诞花笔筒，好不好看你们说了算，然后这是一个现成的，你们就拼手速吧。我好像真的跟奶油胶不共戴天，反正每次整都得有点幺蛾子，希望这一次啥事儿没有。我现在是学精了，如果底色有2个颜色的话，我会先涂一个颜色，然后再把第二个颜色抹上去。如果你同时2个颜色都挤上去的话，呼它77/49下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色儿了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，给账号起名字是不是很重要？我觉得这个字儿吧，它重要也不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重要是因为你如果起的特别难搜索的名字，到时候人家怎么找你呢？对吧？繁体字呀，或者带英文呐、带符号那种就拉倒吧。不重要呢，是因为你即使叫的再嘎咕的名字，比如像我这个什么狗屁沙髓血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，当初完全就是被那个半营业执照给忽悠了。只要你坚持做下去，并且做得很好，被大家认可的话，人家还是能记住你的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，我把 Nancy 跟 Bobo 没有放在同一条直线上，为啥吧？因为这个 Nancy 他脑壳子实在是太大了啊！一般照相的时候脑壳大的人他就会往后站。这俩是我自己配的情侣，反正我觉得他俩挺搭的，一个穿洛丽塔，一个穿西装，咋样，你们觉得他俩配不？我玩的就是西海岸，绝对纯正的西海岸，你不懂我就让你的膝盖烂，被我改编一下。玩的就是奶油胶，绝对纯正的奶油胶，你不懂我，它也是奶油胶。我今天好无聊啊，给你们娱乐一下，这个底打的是个蝴蝶结的边儿。你们订奶油胶手机壳之前，先想清楚是准备把娃娃寄给我，还是选我们这边的娃。如果是选我的，你就找客服要图片就可以了。这个奶乎乎的小猫猫在月亮上睡觉觉，太可爱了吧，简直萌萌哒。我这辈子都再也不想做这种围边了，你别看它看着简单，真的难受呀，难整得很呢。看着旁边洞也得给它挡住，然后东西还得放协调，还不能挡住广角摄像头。哎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做这个边了，这边从此在我这儿绝迹了啊，再也不做了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说破。明明就才比较温柔，也许才能给你更多。这两个我没拍。没拍不是忘记拍了，是每次第一次都做坏了，然后又重做的时候就没心情拍了啊。这个是天蝎宝宝，这个是卓大王啥系列的呀？唱歌的小黄鸭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了哈。这位客服宝宝跟我说，马上他就拿不到手机了，让我不要联系他，随便给他做就行。我说你确定不？他说我确定，我就要盲盒的感觉。 OK， 姐给你安排。一个小王子坐在城堡旁边玩玩木马，喝喝星冰乐，做做白日梦，真美呀。这位客户也是要求自由发挥，因为他有2个娃嘛，其中一个做了简约风，这一款我想给他做个稍微复杂一点的。先打了一个黄色的底，然后上面挤上了他想要的绿色奶油胶。这种挤法我还是第一次做，相对来说肯定要比简约款的拿起来重很多。我把这个小恐龙的尾巴给侧过来了，不然的话就完全看不到了。其实这种娃怎么做都会很可爱，不会丑到哪里去的。怕重的朋友可以选择简约风，或者加一个链条。最后我在他的小脚丫下面放了一个勺子，上面放了2个蛋，恐龙蛋吗？这是。这个客户指定要用小提琴给他做一个手机壳，其他的配件没什么要求。虽然说没什么要求，我还是会跟客户对一下具体放哪些配件，个别有不喜欢的可以换掉。给他打了一个白色晕巧克力色的底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主角的话会很怪，所以就放了一个小熊在上面。他除了会拉大提琴之外还会弹钢琴哦。大笨钟的旁边给他放了一本书，上面放了一个小电话。感觉边边有点单调，给他加上了可爱的姜饼人做搭配。
这种款式不会特别厚重，个人感觉实用性还是挺强的。小声哔哔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驾驶本，颜色呢客户让我随便发挥。虽然是第一次，但是咱也不能慌呀，必须拿出做了800年的架势。这个步骤真的太治愈了，最喜欢撕粘胶了。撕完粘胶，安排一个复古围边，然后就把富察皇后给按上去。怎么说皇后也得配点名贵的东西吧，来点珍珠花、珍珠树，再来一个透明蝴蝶紫。 OK， 出锅了。没想到呀，这个小提琴的款式还这么受欢迎。昨天我看到一个评论把我笑死了，他说我有社恐，我不想打电话，请问怎么找你？因为我主页上面挂的有一个号嘛，那个号是让你们用来加那个朋友圈的那个软件的，不是让你们打电话呀，宝贝们。说实话我也有社恐，我是能一个人待着绝对不搞一大帮人在一起。我感觉这个小熊他也有点社恐，他天天就憋在家里玩大提琴、玩照相机、看电视机、喝咖啡，他就是不出门，给他整点姜米仁陪一陪他。社恐不是罪，说完想流泪呀。跟我合作的那个美甲小姐姐，她有事情就不打算做美甲了，所以说我要重新找一个美甲合作的人，你们谁要是有意向的话来找我一下哈。这个捏捏小鸡呢，你可以随便掐它，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往下撕，因为如果你徒手去撕的话，它真的会被你撕下来的。最后给你们来首我才学会的歌，嘿，李兰妈妈，哇，都去吃烤马肉，又不拎个老师，又不拎个龙，又不拎个尾巴，风没有后。今天用这个 KT 帽和布丁狗做一个手机壳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每次我做啥都有人说不好看，都有人说好看，哎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莫名觉得撕这个胶布挺治愈的。我只要一发奶油胶手机壳，评论区最多的问题就是这种手机壳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怎么打游戏啊，怎么放兜里，重量太重了等等问题。你这个逻辑就好像是找了一个18岁的黄花大闺女，又要求人家会赚钱、顾家、温柔、体贴、专一，还要爱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谁还没点副作用啊？打游戏不方便你就把它给卸下来呗，兜里放不下。不是，你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这么好看的手机壳，你还放兜里？我不理解。当当今天来做街舞教练的奶油胶手机壳，这一款的主人非常有想法，所有的样式做法都是他指定的哈，跟我没关系了哈。之前有个姐妹给我留言说好丑，我说行，那我把你拉黑。然后就有人给我留言说你怎么这么玻璃心，那你要我说啥？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对，要不你来做吧，我下岗了。我这可不叫玻璃心，你敢给我评论我就敢回复，咋的？这小手小嘴谁还没有啊。作为一个每天都要发视频的博主，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自信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不爱就拜拜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当当今天来做一个仙女手机壳，这个视角是不是有一点奇怪，因为是我从直播回放里面抠出来的。有时候明明点了录制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录下来。哎呀，奇葩呀。这款是客户给了一张图，然后我不想跟别人做一样的嘛，怕到时候人家说什么抄袭之类的，所以就用我自己的风格去改了一下。反正总之一句话，就是要特别仙特别奶。来吧，给我打个分吧。今天这个大东西差点给我脑溢血做出来了，我真是怎么都没想到霍霍了几个小时前功尽弃，而且是十几天之后才发现的。用刀在这上面刻纹路，就是为了让它跟奶油胶更加贴合，就有那个摩擦，知道了吧。我搁这划拉的时候可开心了，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去划坏一样好的东西，这个事儿吧还挺有快感的。我看你是有点变态。说到奶油胶，很多学员都在跟我叫苦说怎么这么难呀，就看起来很简单，
但当你下手的时候就哎，怎么就挤不出人家那个感觉，我怎么就呼不平一个底儿，就单单一个底儿有的人都呼几个小时。这个事儿我可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，就刚开始接触奶油胶的时候，为了呼平一个手机壳的底儿啊，就那么小一个东西呼不平，气得我直接在直播间当场就哭了。奶油胶这东西没别的办法，就是得多练习。而且你们不要看主播挤得多么好多么快，那人家都是加速了，我恨不得加五倍速给你看，你觉得挺丝滑，等你自己挤的时候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对吧？这个事说明啥吧，就你不要光看别人给你展现了什么，他没给你展现的那才是真实的生活。但是如果真把那些东西展现给你看，你有那个耐心看吗？没有，对吧？得，我东西也做好了，给你们看看我为啥崩溃啊。晾了15天，哎，我发现它这个盖子打不开，怎么都打不开，我屌。为什么我每次做奶油胶手机壳第一次必翻车呀？这是有什么魔咒吗？这个底儿我挺喜欢的，但是边儿确实不好看，没办法，只能抹了重做。我一边参考的是 SP 疲惫小象它的那个领结，跟这个奶油嘴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挤这种围边千万不能卡壳，一旦停顿了那就完犊子了，得重来。这一套盲盒的主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它就是主打要保护动物。像这个娃叫疲惫小象，就是说它在马戏团被人训练得很辛苦很疲惫，所以单主要求让我放一些跟扑克牌有关的配件，因为马戏团嘛，肯定也要表演啊，魔术之类的。它的帽子跟鼻子都是有吸铁石的，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的哎。不过还是把鼻子去掉更可爱一些，你们觉得呢？就这个模具的盖子足足有3斤重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今天我来给你们整这玩意儿。先剧透一下，跟白素贞有关。你们可以算一下前前后后我用了多少杯胶，这绝对是一个吃胶怪。完事儿，咱们再来整一下这个罐身，里边看着嘎嘎亮，但它是一个磨砂的，还是用的透粉色加上透明色，加了一丢丢的细闪。一转眼3天过去了，终于可以脱模了，咱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吧。当当当当，上面是白素贞的发髻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香奈儿的标。再来看一下下半身，发现了没，这个做模具的小姐姐为了省胶，背后做了一个空心的底儿。如果是一个实心模具的话，肯定更难脱模。原来上面是香奈儿的标呀，但我不知道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掏它的气泡，有点小遗憾。我把普通的中性笔放进去，你们看一下它的大小。这白素贞的头怼上去就是不一样啊，整挺鲜的。要不咱们玩点刺激的吧，下一个做什么颜色，评论区点赞最多的那个人你说了算，怎么样？新款模具到了啊，整活。先来个透蓝色，撒点盐，再来个透深蓝色，撒点新月亮片，看看贼拉亮，就往里边怼吧。现在我这颜色做的也开始有瓶颈了，不知道整啥色了，评论区的配色大师们给我来点灵感吧。第二天脱模了，盖子贼难拔，哎呦，罐身很大很亮很美丽。 OK， 明天晚上8点直播间出啊。30多岁年轻人，上来就是左刺拳，一个右边腿，同时一个左正蹬。我当时捂着眼，我当时大意了，没有闪，笑一下。他突然袭击我，偷袭，啪，一个右边腿，啪，一个左正蹬，啪，一个连五边，点到为止没打他，啪，一个打骨折，啪，一个颈椎病，啪，一个接裹脚，好自为之讲武德。借画
猫爪收纳罐出了这种钻石款的，那必须得买呀，肯定倍儿倍儿闪。而且它的脱模声音特别炸耳啊，我把嘴捂住，你们听一听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也太闪了吧，360度无死角的那种。那肉垫上我以为是个瑕疵，结果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啊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当我拿出这个杯的时候，你们就应该知道我要干一件大事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巨无霸模具，在家里放了应该有3个月吧，商家寄给我之后我一直没做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惧怕，因为太大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思考，这么大的东西我是用滴胶做还是用石膏做，但是因为石膏我买了一直都没动过手，算了，还是整滴胶吧。颜色用的是有一点灼灼的绿色跟白色晕染的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在一起就挺高级。虽然看不见，但还是得盲掏一下这个气泡，顺便给它烧一烧，完事就可以静待第二天脱模了。叮，第二天到了，我搁这愣是掰了5分钟，就一点没掰下来，还是喊我们家客服两个人在那扯呀拽呀，终于整下来了。这又刷新了我目前为止做到的最大的收纳了啊！虽然它也不算是一个收纳，它是一个啥呢，咱们把它的盖子也抠下来看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因为盖子很厚重，所以抽纸的时候不会像我之前做的那一款就是盖子会滑动，这一款没有那个问题。This is a 现成的，可以秒的，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清楚，因为它有花纹的地方太多了，难免会有很多地方有气泡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就不建议下手了。今天给你们看点新鲜玩意儿，这个盲盒我估计80%的人都没见过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牌子。哇，这娃有点大耶，它的动作为什么是肚子朝前呢？挺个性的，叫娱乐至死。第二个，哎，我发现他这个系列所有的娃都是肚子朝前挺着的，这叫基因编辑。你看他手上有这种像基因一样那种组织，这感觉很酷。这个叫克隆危机，哦，这底下都是克隆，这是羊吗？哎，很有机械未来感，看它叫什么，星际战争，还真的是这个感觉。哇，这是一个小丑的脸，还有一个帽子，小丑，哎，这个帽子戴上好看，它叫集体失控。哇，这好酷啊。哦，数据监控，就是它所有都是偏未来感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事他们说一定要讲的，因为我现在抽的这个第二代嘛，还有第三代是10月28号就已经出来的，到时候是预售，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他们的那个公主号 Fun for Fun， 或者是在某宝搜 SOS Kid 都能搜到他们。好吧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拜拜。你见过滴胶跳舞吗？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跳舞呀，我怎么不会了，跟我面前舞舞炫炫。嗯，哎哎哎哎，完了，我这一下彻底失败了。嘿，哇，这个像斑点狗，想想关身。
里面是这样的，完全就是瞎搞。吵哭了。再来看一下第二个，我这几个都是瞎的，哎呦，瞎做的啊。这是黑粉肉，喂，我给它盖上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耶。这个是镜面的镜膜，这个是磨砂的模具，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它这儿有一个坎儿，看到吗？很多人就卡在这个坎这儿，有很多气泡在这儿，怎么挑都挑不出来。但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，它改良了一下，没有那个坎坎了，很方便，有没有？看看这是什么新模具又到了。我打算今天整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冠身弄的是白紫配色，颜色不够透明来凑，哎，整点透明的进去，再拿硅胶笔在里边划拉划拉划拉鬼画符，啾啾啾啾啾啾啾乱转。一般到第二天这几个颜色就会融合到一起去。盖子上面不是有一个蝴蝶结吗？咱们用透紫色的给它填满，等干了之后呢，再用这个镭射纸啊笔出一个蝴蝶结的形状剪出来，然后把这片镭射纸给它放上去，三天之后第二层干了，再上第三层白紫晕染。我就没做过这么复杂的盖子，小东西敢翻车我就给它扔垃圾桶里去。叮，九天过去了，咱们来脱模看一下。我去，这泡是认真的吗？给我整自闭了。我去，这蝴蝶结也太好看了吧。我真想给自己两个大耳刮子，当时怎么就没多掏两下气泡呢？啊，哎呀妈，气得我肝疼，重做。姜饼人的收纳罐你们见过吗？今天咱们来整一下，颜色用的是奶茶色，这颜色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。给你们推荐一个好的工具，就是这种硅胶笔，它头是软的，然后掏那些看不见的气泡挺好用，也不会把模具给划坏。脱模看一下它长得好不好看吧。嗯，可可爱爱，没有眼袋。救命啊，底部还是有两个气泡。这还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盖子盖不上，因为边缘溢胶了，得给它裁剪一下。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原来是差的这白边儿啊。这里应该是用针孔去填色，但是我们家有点缺货了，我就用的滴管。当当当当，历时六天的一个收纳罐终于做好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发现它还可以立着放在桌子上，哎，看着心情就特好。当当，来拖两个猫爪收纳罐。我挺好奇，为啥总有人问我模具在哪儿买的？你随便搁网上一搜就能搜到。你说我搁哪儿买的？我搁月球买的，你去买不？还有问我怎么定的，我说你加朋友圈那个号，他给我来一句说要钱不？大哥，不要钱要命啊，我也要不起啊。你现在眼珠子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模具、滴胶、色巾、闪粉、背景布，那还能是伸手要来的？我觉得这个角胶的过程还挺治愈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色巾滴进去的之后搅拌的样子。经常有人问我说自己做的滴胶成品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干，要么就是你比例调的不对，要么就是你没有把它完全搅匀，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色巾滴进去之后没有把它搅匀。然后玩滴胶的话一定记得要买那个滴胶洗手液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品的效果吧，粉粉嫩嫩，可可爱爱。今天是白紫色的一个收纳罐配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轻轻的把它拽开，盖子 perfect， 罐身。喂，喂，完美！哇，这颜色太奶了，太鲜了，太可了。这个盖子是可以扣上的哈，最新款的闪粉罐罐。哇，我瞎了，我瞎了，太闪了，太闪了。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简直是爆闪啊！瞎了，我瞎了。我发现这个色巾滴下去好像倒立的荷叶哦。把它搅拌一下，哦，原来是透白色。这是我想了很久才买的一个蛋糕收纳罐，盖子部分呢还是空心盖的一个设计，除了省胶之外呢，用起来也会比较轻便。但是这个第一次做还是有点失败了。下面罐子的部分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
可是盖子部分的边缘因为雪糕棒接触到了，导致它不是很平整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拿一个绳子把那两个钉子给挑起来悬在空中？有没有大神给我支支招呀？我又开始手痒买翻模模具了。这种模具是人工做的，全硅胶的，所以说价格会比较贵。现在做的这一步是在吸泡泡，因为下面是一个蝴蝶的形状，所以要把泡泡吸干净一点，然后把胶给倒满。透黑的滴胶不够了，干脆倒一点透白的滴胶晕染吧。等第二天脱模，叮，第二天到了。把这个罐身先翻出来，模具真的非常非常的亮，你们看一下成品的效果，下面晕染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再脱一下这个盖子，盖子真的好难脱呀，我拔了好久才拔出来，这蝴蝶上全都是气泡，有点软，我把这个蝴蝶给掰开了一点。 OK， 这个就是方形蝴蝶罐的整体效果。来吧，今天咱们调一个透咖啡色，这个颜色单看可能有点老气，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收纳罐笔筒里面是绝绝子。不知道眼尖的有没有看出来，这是 LV 的老花收纳罐，又是我斥巨资买下来的。叮，脱模时间到。我已经不知道干了多少次这种缺心眼子的事儿了。在收纳罐快干的时候，我看到冒了一些炸胶的泡泡，我就自暴自弃了，盖子也没做满就给脱模了。实际上盖子上是可以做手机支架的。 OK， 看一下整体效果是不是很富贵呀？最后给你们模拟一张手机支架的样式。我又来瞎折腾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，上面那个孔孔太小了，用小刀把模具给划开。 Oh my god， 这么多气泡。没事没事，冷静冷静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当当，冰淇淋，可爱不可爱？这个想法我已经在心里放了有一个月了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，把 Rico 系列的小东西全部弄在一个收纳罐的盖子上面，最小的那个小兔兔呢放在前面当手机支架上胶。前两天我收到一个私信，他跟我说，姐姐，我很喜欢玩滴胶，但是我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卖不出去的，让我不要做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？凉拌炒鸡蛋，又好吃又好看，这种问题也来问我，你自己心里没有答案吗？别人不让你做你就不做了吗？那你还是别做了吧，意志力如此不坚定也坚持不了多久的。看看我新买的玫瑰花模具，超好看，有没有？滴了一点透红色精，然后不要把它完全搅开，直接倒到模具里面去，就是想做出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这里边的泡泡真是能把我给弄死呀。这一层基本干了之后再倒第二层的胶水。叮，第二天脱模啦。明明挑了十分钟的泡，结果还是有这么多泡，我真的自闭了。不过好像也不太影响它的美哦。罐身部分我做的是全透明的，溢胶的地方可以打磨掉的哈，这个不用担心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把你放在手心，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，叮叮咚咚，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。当当，来拖这个克罗星收纳罐。有些朋友不懂啊，就问我说，是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来？不是的，是有模具才能做，就是你们视频里面看到那个白色被我拖下来的那个东西，开一个这样的模具就要花12000啊，所以不是你想做啥就能做啥的。那个让我做马桶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小妙真整不了，真整不了。这个模具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脸懵波一啊，怎么是个这样的内饰呢？今天我尝试了一个不透的颜色，粉白晕染。晕染的话，诀窍就是你要把胶放的稠一点，不要太稀了。太稀的话，晕出来的可能就会两个颜色全部裹在一起。但是也不能放的太粘稠了，那样的话容易出现很多气泡。滴胶就是要靠实践来总结经验的，你光想光问是没用的。来吧，脱模看看它是个什么东东。当当，原来是个木马收纳盒，本来就小，中间还给我整个一分为二，装点戒指、项链、首饰啥的吧。当当当，给这个模具洗个澡。一杯代表身体健康，伏虎生威；两杯代表升官发财，如虎添翼；
哎，怎么突然开始做 Rico 小兔子了呀？能猜到我要做什么吗？钉脱模了，这个是盖子部分，闪闪亮亮，黄金万两。这个是冠身部分，模具一拽，谁都不爱。哎呀，我脑子有点不够用了，不想再押韵了。这个模具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布丁？好想一口把它吃掉呀！抠出来一只小鸡，再抠一个水杯兔，这几个全都是瑞扣系列的。这只是当家花旦，最可爱的，哪儿哪儿都少不了的独角兽又来了。把它们拼到一起，拿出我的暴富手机壳，竖着放玉树临风，横着放横行霸道。今天老沙来给你们整一个大家伙，看看这是啥。没错，就是库洛米，我最近超爱这个小东西。像这种360度立体的模具，它肯定是需要侧切的，所以咱们先给它用粘胶粘好，不然的话你整一半的时候滴胶就流出来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颜色准备了一杯透紫色，因为这种模具很亮嘛，要做透色才好看。叮，第三天到了，来脱模看一下。一到脱模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应该有第三只手才对，光这两个爪子根本不够扒拉的呀。前方高呢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实物真的巨亮巨闪，我太喜欢了，给它做成了一个流沙手机支架。眼睛我是用丙烯给它涂上的，就连里面的流沙内饰用的都是库洛米。手机横着放、竖着放都没问题。怎么样，这个流沙手机支架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巴巴？今天给你们整十个奶油胶手机壳背夹，这东西都见过了吧？做之前一定一定一定要把这个膜给撕掉，上来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先打个白底儿再说。哎，但是你别看它小啊，它不好整，因为它就这么大点儿，你还想给它做好看，你得花点心思。看到我桌上贴的那一张贴纸了吗？正好就跟我今天做的这些色系很搭配。我经常跟我的学员们说，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。我觉得高手并不是什么都会，而是学会不为难自己。像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做这种五颜六色的，看着心情会很好。但如果你让我做莫兰迪色系，我就会觉得很痛苦。OK， 奶油胶完全干透之后，咱们就给它串一个手提链。它这个两边开口都是可以伸缩的，所以对手机的型号没有什么要求，任何手机都可以。内侧三面都有防滑贴，提起来的话手机也不会掉。这十个新款背夹我就留在周五晚上8点的直播间给你们拍啦。我感觉奶油胶背夹会威胁到奶油胶手机壳的地位，因为它轻便了很多，有没有？嗯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去迪士尼之前，我就给自己做一个奶油胶手机壳背夹，出去嘚瑟拍照用。